文医护管理专科学校在3月21日举办校园开放活动，邀请国中亲师生和社区民众参观校园及教学设备，以游乐园为设计主轴，结合学校12科专业设计小游戏，让来宾透过体验游戏，更加了解五专学制与学校医护管理科系特色。树人医专校园开放活动目的在介绍学校与推广医疗照护观念，除提供五专入学管道说明外，为营造专业但不严肃的气氛，今年特别以游乐园为设计主轴，以闯关方式让参观来宾透过玩专业体会做中学 Learning by Doing 概念。活动热闹有趣，吸引了相当多的学生与家长。本校共有12个别具特色的科系，护理科的一身真功夫肌肉注射体验，让参与同学透过老师带领按部就班完成肌肉注射；美容保健科的时速 B 列车活动，则是透过鬼屋冒险及特效妆体验与韩服美拍，了解美保科活泼有趣的专业课程；应用日语科则以炭治郎游日本为主题，带领参观同学了解科上的学习环境与课程；职智科也以白屋与黑屋活动，让参观同学认识职能治疗专业领域的有趣与多元。除闯关游戏外，各科另有专任讲解及提供现场体验活动，提供来宾依照兴趣参观各科专业教室及教学设备，期望能借此让社会大众更加了解医护、管理、语文等各科系特色，并体验优质的校园环境，将医师科技观念推广到各个阶层。